Hello everybody， 我又来了，我来干嘛呢？Hello， 我是圈绵，我等一下要问其他的创作者跟网红呢，就是问他们有没有喜欢的网红或是不喜欢的网红，然后如果回答不出来呢，就要亲我一下啊！圣诞快乐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左边那位。哎呦，左边那位，那喜欢的网红圈绵，哇、哦，好爽哦！那不喜欢的嘞？不喜欢的自己啊，好，很好，因为很贱，你们太贱了，这样我也很贱，希望我们可以合作。好啊 ，OK， 有耶， yeah, 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子面，王子面，我现在问你问题喽。好。请说出那个你喜欢的网红。不是，是一个你喜欢的网红。我喜欢 Champion。那不喜欢的？不喜欢的、哦。谁啊？哎、欸，问你自己。不喜欢那个学学，因为他刚呛我，没有了。哎，我就是时尚武林最美丽的鲑鱼。你最喜欢的网红？冠军编的对，最讨厌的网红，我不能说哎、欸，好嘞，是别人说了他的，对，我们黑不能填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绿，陈绿，那我问你问题，你说出你最喜欢的一个网红，冠军啊，哎呦，哎，今天很火腿，那最讨厌的嘞，你老公会不会杀我？哎呀，哇，大家好，这边超强系列。请说出你欣赏的网红，前面那不喜欢的网红，太残忍了吧，不行吧？干嘛？大家都要讲吗？对，我大家好，是好，滚！哎、欸，好了，快，我重来一次。其实你不是，不怕就不要了啦。我又来了，我不会。请说出你欣赏的网红，当然就是甜甜。OK， 那如果那说出你不喜欢的网红，当然就是超强系列。耶、yeah!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OK。好，请说出你喜欢的网红。喜欢的网红，我喜欢浩浩。不喜欢的，不喜欢的，没有不喜欢的，我觉得大家没有不喜欢就要亲我一下。好。哇、哦，然后我们是我不知道。OK， 我要问你们问题，请说出你喜欢的网红。Champion，说出不喜欢的网红。哇、哦。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反差女神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有补妆哎。请说出你喜欢的网红。都还好。那我选浩浩，我选浩浩。浩浩，那请说出你不喜欢的网红。我都蛮讨厌的。哇！啊！李轩，请说出你喜欢的网红。圈绵。请说出你讨厌的网红。啊！我选浩浩哎。哇！Hello， 大家好。86桌，好，请说出你喜欢的网红。哦 ，Champion，OK。请说出你讨厌的网红。没有啊。那好，我是萱萱。萱萱，那来告诉我你喜欢的网红是谁？我喜欢网红是布莱克萱萱。那你讨厌的网红是谁？我讨厌布莱克萱萱。不行。是哪个讲啊？我讨厌 Champion。内斗。我们要解约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Peace 的 Eve。请说出你喜欢的网红，圈绵啊！请说出你讨厌的网红，如果说不出来就要亲我一下。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飞飞飞。飞飞，那我问你哦，请说出你喜欢的网红。圈绵。啊！请说出你讨厌的网红。讨厌的网红。我准备好了。哇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欧特爽右边那位。欧特爽右边那位，来，我问你。说出你喜欢的网红，我喜欢网红吗？不是你，不要叫我圈饼，圈饼是不是？好，请说出不喜欢的网红。左边那位，欧特爽左边那位。真的？大家好，我是三度优。请说出你喜欢的网红。圈饼，很好，请说出你讨厌的网红。讨厌网红哦，很好。OK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太帅了。嗨，你要入境奢侈品的 J 呢？来，你喜欢哪个网红？我喜欢全品，是我比较喜欢学学。很好，我等一下会打学学。来，你告诉我不喜欢的网红是谁？我最讨厌就是奢侈品的衣服。真的？因为他都是纸片，很懒。老师哎、欸，哇！